美综合报道，中国女星蒋欣怡演出后供甄嬛传中华妃一角而走红，剧中蛮横白顾的模样令人印象深刻。蒋欣一直以来都有些为人婴儿肥，她也自嘲是微胖界的美女。日前有粉丝在街上巧遇蒋欣，才发现她似乎瘦身有成，纤细双腿十分吸睛。身高171公分的蒋欣表示自己骨架偏大，因此看起来特别显胖，但她近来积极瘦身，时常在微博晒健身的照片，并与粉丝分享减肥心得。日前有人在香港巧遇蒋欣上街购物，只见蒋欣戴住帽子，身穿蓝色长版上衣搭配黑色长裤，打扮十分低调。虽然只有背面照，但不难看出她与先前相比身形小了一号，双腿看起来十分纤细。拍下照片的民众也大赞本人很高很瘦，其他粉丝看了表示，就算是他最胖的时候，在一般人中也是大美女。其实他真的不胖，只是骨架大，人家就是胖着玩的。蒋欣自称是微胖界美女，版社自蒋欣微博，蒋欣中身形明显小一号，版社自新浪娱乐微博，蒋欣饰演的华妃深植人心，版社自电视剧后宫甄嬛传官方微博。